为一切众生，从本以来，辗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享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狐狗牛马，忍受等肉，徒者达迈故，不应食肉，不尽气愤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瞻陀罗、及檀陀等，苟见增故，今不群废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于所事，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诸咒术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情起食，生畏者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恶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量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常说言，凡所饮食，坐食以肉享，坐服药享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复次大会，过去有王名师子苏陀梭，食种种肉，遂至食人，沉迷不堪，即便谋反，断其奉物。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复次大会，反诛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徒犯，彼诸于吃食肉众生，以前未往而补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徒犯求利，大会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余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大会我有时说遮五种肉，或至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食，开除方便，一切息断。大会如来应功等正觉，上我所食，况食鱼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曾昔为亲属以会不尽达不尽所生长闻气息恐怖，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一酒修行常远离，亦常于麻油及猪穿孔床以比猪细虫于中极恐怖，饮食生放亦放一生猪绝从绝生贪欲，是故不应食。由时生贪欲贪令心一罪名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
为命杀众生以财往诸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有事故不应时。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贤呵责。辗转更相识死堕苦牢内臭秽可厌恶所生长愚痴。多生瞻陀罗列施檀陀种或生陀夷尼及猪肉食性罗沙猫尼等便于是终身复相于大鱼量绝力摩罗及此人家经我昔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则使以无惭愧生生常痴迷先说见闻尼以断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息味甚道障未来世众生鱼肉鱼吃说言此尽无罪佛听我等时时如足要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行行起时安住此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猪恶兽很可同游只若食猪血肉众生心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有备正解脱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食的身犯智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私有不食肉门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